Hello，今天我们来现榨果汁儿，榨一个西瓜汁儿，放到这里边。我这个西瓜呀，刚在冰箱里面拿出来，超级凉快。给它放到这个榨汁杯里，然后往里边加一点点水。OK， 然后咱们给它拧上，按两下，它就开始了。看，你把西瓜得切小点块啊，然后就榨好了，给它关了，拧开。倒这杯里，哈，一杯西瓜汁就榨好了，来点仪式感，放上小西瓜。哇，巨好喝，超级凉爽。你看看，他把这个西瓜籽儿都打成小块状，巨好喝啊！然后这个榨汁杯是有两种颜色，一个是这个粉色，一个是这个绿色，超级合适，而且它的颜值非常高，斜边式的榨汁杯啊，而且它特别好用。你看，我来榨的，